1989年春，因在2年前同情学生运动而被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世。胡耀邦被人们爱戴，他的突然去世引起了一场新的学生运动，而且这场学生运动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，就酿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贪污、要求民主的运动。6月4日，解放军的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，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。我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这个屠杀非常愤怒，所以我们就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去抗议。六四屠杀后不久呢，我和太太就去这个美国麻省的这个剑桥市，为我即将去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找住处。而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已故中共党史专家、哈佛大学博士杨炳章，邀请我这个在他家逗留啊，找房子。杨炳章在文革期间曾经被中共抓起来关在监狱里，而他又以这个不修边幅著称，所以我们呢，在他家一间满是蜘蛛网的房子里打地铺过了一夜。这间房子就使我想起来很像监狱，我就跟太太开玩笑说，既然我加入了这中国的民主运动啊，也许我应该习惯住牢房。事实上，我对牢房的了解是12年以后。2001年2月25日，我呢离开香港的家，前往中国深圳。在入境检查的时候呢，一个年轻的女官员看着我的美国护照，头也不抬地问我：“你经常来是吧？”然后我回答说：“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”因为当时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，经常去中国，那护照上盖满了这个中国的章，而且还加了2次页，厚厚的像一本这个《哈利波特》小说。他没回答我问题，只是说：“靠边站，在这儿等着。”他拿着我护照就走了。等他再出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跟我到我们办公室来。”我一进办公室，两个人向我走来，其中说：“手机交出来，你不能打电话了。”起初呢，我以为是个错误。那个法轮功的抗议当时引起这个比较大的观众关注啊，而且呢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在访问北京，评估中国这个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资格。所以我想，中国边境当局可能加强控制，把我的这个名字也这个扩大化的列入了这个黑名单。所以呢，我就耐心等着解释情况。结果等了3个小时，到半夜了。他们把我放在一辆面包车里，有2名警官夹着我，开到一个类似一个酒店的旅馆的这个小楼。他们说他们是深圳国家安全局的人，奉北京的命令拘留我。我当时就十分气愤，就跟他们吵了半天也没用。后来我想，既然如此，已经到深夜了，先睡觉吧。于是我就对这些官员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他们这个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觉得我在说什么梦话？其中一个官员对我说：“你用不着管我们。”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，北京来了3个人，应该是警官哈，但是也不告诉我名字，就为了区分呢，我管他们一个叫白胖，一个叫黑胖，一个叫年轻白瘦啊。这个年轻白瘦告诉我说，将我被依法拘留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是危害国家安全，那我非常生气。我说我怎么危害国家安全了？他这个迅速有力的回答：“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最清楚。”于是，我这个要求看法律。那黑胖说：“你不需要法律啊，你不要看法律。我知道所有的法律。你问我，你要想知道法律的哪一条？如果你没犯法，你为什么要看法律？”他这些回答还有这个。那个黑瘦白瘦的那个对我的这个说你最清楚你自己干什么，就使我想起啊，这个在美国研究中国法的专家孔杰荣教授，他在这个讲中国法律课的一句最著名的开场白是：了解中国法律的第一个要点是那儿没有法律。然后这些官员还劝我说：“你呀，最好不要建美国使馆。”我们会尽快将帮你解决。我说那你就赶紧解决吧，我这个周三还要去教书呢，回香港教书呢。他们说没问题，
你这个周三可以回来。那个，我想可能有什么事儿，我做的让中国当局不高兴，肯定是我这个参加民运嘛。而且呢，我就说我也是比较反动的人，没想到"反动"两个字把他们吓了一跳。他说："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不是我们逼你承认的啊。"然后过一会儿，这个白胖告诉我要带我去北京啊，见他们的领导聊一聊。我还是说："我说我星期三要回香港教书。"他说："没问题，有足够时间让我回来。"这个，当我们在这个北京招录的时候呢，我们等了这所有的乘客都下了飞机以后，这群这个公安局，七八个人陪着我，就是压着我，下来就把我这个塞进一辆汽车哈，然后呢给我戴了一副眼镜，这从外面看呢像个很酷的一副太阳镜，实际上呢里边是蒙了一层黑布，所以我戴上就是个眼罩，那看起来很酷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路程大概1个钟头吧，我觉得啊，估摸着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北京郊，应该是北京郊区，反正1个钟头。当到达这个目的地，他们让我摘下眼镜，我趁机这个左右看了看哈，那是一座这个白色的建筑，2层楼，所以我管它叫小白楼。但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它是位于北京这个东北部的昌平啊。然后他们就向我宣布，你现在被监视居住。现在是称为指定地点监视居住，然后问我，你们懂不懂？要不要解释？我摇摇头，没说话，因为我太清楚这意味什么了啊！我父亲李洪林就是在1989年6.4以后被抓，在昌平被关了10个月，也是监视居住。现在12年后又轮到我了，监视居住我的人是8名，每班2名。一天24小时倒班看着我，他们这眼睛还真没离开过我。如果我上厕所，他们也会跟着去。当然了，这大多数的这看着我的看守就是在外边等着啊，让这个卫生间的门啊虚掩着。但那个年轻的白手警察，这个非常凶狠，他就会跟着我进来，在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站在我后边啊，给你一种压力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啊。杨秉章在哈佛大学附近那破房子，比现在被关起来相比，那简直就是个5星级酒店。有一天，一个看守问我，他说："你是佛教徒吧？"哎，这问题很奇怪，我想，我说我不是啊，为什么？哦，他说："我们听你一直在自言自语，还以为你在这个念经呢。"哼，原来这么回事。因为我没人可以说话，有时候想问题就是被抓了，你就老想为什么、怎么回事、怎么可以离开，所以你没人说话，你这个想问题就变成了自言自语了，可能就出声了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自己都没觉得。审讯室呢，就是我睡房的隔壁，有一个阳台和一个窗户，那阳台上用这个报纸折得严严实实的，那个窗户也窗帘拉着，所以你看不到任何这个白天黑夜的区别。被审讯的人呢？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这个木椅子上，啊，离这个审讯桌非常远，所以这个在房子中间，就让你感觉到这个孤立无援啊，一大片空地，你在一个孤岛上那种感觉。根据美中领事协议，首先啊，中方必须及时通知美国大使馆美国公民被捕的情况，其次，美方有权探视被捕的美国公民，但是这个。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警告我，不要与美国官员见面，见了以后事情就复杂了。我说你这太荒唐了，你们逮捕我，你们为什么要怕我见美国领事？我说你看，你们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机器，你跟我个人相比，我是一个人，你们那么大的机器，你还让我放弃我唯一的这个权利，就是见我自己的政府官员啊？我说你这个。我当时没说，但我心里想，这些官员实在太下作了。最后呢，这个正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在美国方面一再要求下，过了6、7天，他们勉强带我去见美国领事。但一见到这个美国领事馆的官员，我那眼睛立刻就亮起来了，因为过去几天里我看到的所有的面孔都是敌对的啊，都是恨的。所以我几乎忘了这正常人的面孔什么样子，直到我见到这个美国领事，
突然间，这有人能对我笑了，把我当人看了，还给我带一个名片儿，这让我觉得哦，原来人可以这么友好。当然了，那名片马上就被这个看守拿走了。领事的名字叫李静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，你的家人和美国政府完全支持你。”这我听了以后，你这个心情可想而知啊。他那个还给我带了一些书籍啊、报纸啊，但这些东西马上又被安全局收走了。好了，李静说：“我得知你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，而我呢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啊。那我想你从深圳来到北京啊，肯定是因为深圳暖和，北京冷嘛，你没有这个御寒的衣服，所以我给你带了一件球衣，耶鲁大学的球衣。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和这个耶鲁大学都是常春藤联盟中的兄弟学校，也是这个体育界的竞争，体育上的竞争对手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除了关心我，给我一个耶鲁的这个衣服，也想逗我笑，但是我当时非常沮丧，都已经失去了这个幽默感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应该做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什么也不用做，放松，吃好，睡好，锻炼身体。”我一听了，这个很失望。我说心里话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是被关的，我得想办法离开。那个，我原来希望他是告诉我怎么这个去跟抓我人做斗争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次这个会见使我的这个心态好了很多，是一个巨大的鼓舞。然后在这种这个紧逼状态，人就是胡思乱想。最有趣的是，我想起这个陆坑的故事啊。陆坑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报人，已经去世了，原来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他是当代中国一个传奇式人物，著名新闻工作者。那个上个世纪40年代末，那个时候呢，云南就差不多快落到共产党手里的时候啊，这个他就变成了这个奉国民党政府之命啊，变成一个接收大员。飞到云南省会去接收，去管这个昆明。他这时候不知道昆明已经在共产党控制之下，所以他一下飞机就被逮捕了。他想，好，他这个罪行太巨大了，国民党大员，所以他觉得他肯定会被处死。但这陆坑，他这在报人就老想怎么写报道，他并没有去担心自己是大难临头，而老去想这个如何写这个，如果他被枪决怎么写这个新闻。想了半天，他想出一个标题。万人争看杀陆坑，他对这个标题特满意，特得意，所以这个我就想着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然后呢，其实被中共抓起来啊，最痛苦的事还不是失去自由，而是这个不确定性，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能离开，或者你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离开，是吧？然后天天沮丧着，连这个看守啊都受不了我这副沮丧的样子，所以他就有的比较心肠好的看守说："哎，说这个他们都管我叫李教授，哎，李教授，咱们俩玩牌，我还真不会。他们就教我，我才发现我这辈子都没怎么玩过纸牌。当然了，我是打桥牌的啊。我们在大学时代，那个我们的桥牌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桥牌队，北京大学第二名啊，但打不过数学系。"我曾经认为这个玩纸牌游戏纯粹是浪费时间，但现在我发现打牌是暂时忘记自己当前困境的最好的方式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跟看守打牌，就利用一切机会抓着看守就跟我玩。结果看守说我是手里一副牌，逮谁跟谁来。有的这看守一看我拿着牌等着，就赶紧跑，就是因为他们要跟我这个玩牌被当官的发现会骂他们。监视我的这些卫兵也很有特点啊，他们起初都非常的这个严肃的这个板着个脸，但后来慢慢的也就放松了。这个在这儿反正坏的我就不说了，说几个这个好点的。最难忘的是娃娃脸，这一脸真诚稚气，像个大学生。我真的没法想象他就是我的这个敌人啊，那个拘留我的警察。当然，这娃娃脸一开始是把我当敌人。他后来看见我呢，不太像敌人，所以他对我就有了点同情心。他就跟我讲，他是这个，大学毕业生，有法律学位。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这个纠结的人物。他一方面要维护中共利益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不是坏人，还跟这安慰我。其他的那些狱警啊，对这个全天候24小时看着我很麻烦，因为我不就坐在那儿也跑不了嘛，
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溜到他们自己的卧室玩去啊，看电视什么的。但这娃娃脸有时候就好，就自愿来陪我聊天，他就让我感觉好多了。但是后来是当官的发现他对我有同情心，也马上就把他调走了。这个有的看守也是跟我开玩笑说，教授，要不然你就收我做研究生，这样我就放着你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那我也开始能跟他们开玩笑，也不把他们当敌人了，因为这时候我才意识到，美国领事李静的说什么都不要做，放松的建议是一种非常容智的建议。这个我的处境不在我控制之下，无论我怎么担心和努力，都不会改善我的命运，是吧？只能使我这实际上担心呢，就使自己的心情变得更糟，这个身体也变得更糟。所以就是真是放松，啥也别想。当然了，一般人做不到，但你就得尽量做到。有一个黑脸看守，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强烈革命意志的退伍军人，每天都说你是反革命，还这个教育我，你跟红苗壮，因为我这个出身是这个革命干部家庭嘛，你跟红苗壮为什么要当反革命？你为什么讨厌我的政府？和他争没什么意义，所以他的逻辑是党永远是正确的，被党逮捕的人一定是坏的，是反革命。后来我就发现很有趣儿，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炒股家啊，在股市上，每天抱着一本《股市100问》的书啊，跟他看，然后打电话炒股。当他知道我是这个教商学的啊，就开始跟我讨论这个股票问题，对我也就好起来了。那还有一个看守，外号叫总，这都典型的北京话啊。这个外号是看守给的，不是我给的。他呢是唯一的告诉了我他的姓什么、年龄和背景的人，这无疑是违反了规则，所以他被领导训斥了。总对我很好，在这2个半月的监视居住期间，他给我理了好几次发。那最坏的是那个年轻的白瘦警官，从来不笑，板着脸。哎，他有时候也笑，但他那笑啊，比不笑还难看。看守们背着他都看，看守们都不喜欢他，就背着他当着我的面把他叫傻逼青年，这让我大吃一惊，因为我想他毕竟这个我毕竟是他们的对立面。这个北京人原来有这个一个顺口溜的，傻逼青年过马路，鸡屎拉衣裤，警察过来打屁股，越打越顽固，什么，反正是一个。是一个这个说人的，就是这个彩虹人的说法哈，啊，他们居然这么叫他们的长官，我也是有点吃惊。5月中旬啊，这个总说：“哎，老李，我给你理发吧。”我说：“为啥？”我说：“这我头发还不长呢，理吧。”他坚持说。我说：“那好。”然后在理发的过程中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点天儿。然后理完了，他看看。不错，那走了。那天是这个5月15号晚上，傻逼青年来了，他说："我们今天给你换个地方。"我说："哦，这个我被逮捕了吗？"他没回答，没正面回答，那是肯定的了。这突然间我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这个总最后要给我理次发。